第一题，姜浓硫酸滴在方糖上，方糖会变成焦黑的碳，是因为浓硫酸具有什么性质？糖是碳水化合物，因为水被抽走了，所以就留下了黑色的碳，所以这个是利用浓硫酸有脱水性。因此第一题答案我们说是因为浓硫酸具有什么性质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脱水性。